国家艺术联盟，大家好。意在风华，是集合目前国内最重要的书法、绘画，大概是我们水墨书法领域的名家，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展览。那能够一次在这么一个展览看到我们整个水墨精英的这个历史发展脉络，确实是难得的一个重要的展览。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到我们台大来看到，其中有非常多的名家都是由我们台大来跟各位呈现他们宝贵的作品。谢谢校长，谢谢啊。